各位好，我是顾立雄。我并不认识郑信哲，但我知道郑信哲是一个待决的死囚。郑信哲的案子在我看来有很多很多的疑点，他应该是一个实质冤案。郑信哲不应该被处死，郑信哲应该有获得平反的机会。而我们设计再审制度的目的，就是让实质的冤案能够有机会获得平反，但一直到今天仍然卡在一些很莫名的理由，很不合逻辑的对所谓新事实新证据的要求，使得郑信哲一直没有办法获得再审的机会。我在此特别呼吁大家一起来声援郑信哲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注郑信哲案件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声援，让社会能够对郑信哲案有更多的了解，也借此让司法能够再给郑信哲一次机会，让他能够获得平反。真相未明，重启调查，给郑信哲一个重新审判的机会。